好来，19.4第三啊，就是加 medical 一直的所有字母在排列，其中三个 a 不完全连在一起啊。什么叫不完全呢？啊，有多种不同的方法排法，OK 吗？来，哇哦，简单啊！你看，来 mathematical，首先先把它弄好啊，mathematical，对，好，全部几个字母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好来，m 有几个？m 的话，一二两个哈。好，a 呢？来，a 完是 a。哎，哇，A 三个，再来 T 两个，no problem。再来啊，我再来用不同颜色给你看。OK，再来 H 几个，一个哈，再来 E 几个，一个哈，再来这 A 好了哈，再来 T 好了，I 啊 I 啊 I 几个，I 一个，再来 C 一个，L 一个哈，好来算一下对不对？二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好，十二个啊，好，你把对了哈，所以整个十二这样数下来十二好了咯，啊，好，这里啊，好，所以每次记得先做自创分析哈，好，他说三个 a 不完全连在一起，什么是三个 a 不完全连在一起？好，什么意思呢？那题目一定要看懂嘛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好，来，旁边是这样啊，好，来，我们说三个 a 的所有情况来。三个 a 啊，有什么东西是三个 a 连起来的一种情况，或者两个 a 连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或者呢，只有一个，哎，这个是啊，这个是分开来，OK，这个是 a，对不对？这三种情况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三种情况啊，好，第一种有一个名字叫什么？完全，这个叫完全相邻啊，完全多少相邻？对不对？这叫完全相邻。这里呢，这个叫完全分开，这是完全分开，通通分到完了。好，完全分开，OK 啊？好来，这是阿拉阿拉，好了，好，名词这两个有特别名词啊，这个叫完全全部连在一起，这全部分开，OK？好了，那么现在的不完全连在一起呢？啊，不，什么是不？有没有看到一个不啊？不啊？好，又说完全连嘛，那完全相邻嘛，或者是算连，OK。好，又说这个东西我们切成这里，完全相邻的哈，这把它切啊，完全相邻。那剩下这两个叫做什么？这完全相邻，这个不完全相邻咯啊，不完全啊，不完全相邻或相连一样的意思啊。好，零，OK 嘛，OK 啊，再讲一次。三个字母 a，所有情况是三个连在一起，两个一起，然后最后一个都分开，OK 吗？好，这三个一起叫完全相邻，这三个分开叫做完全分开，这中间啊啦啊啦不知道叫什么。好，那因为这里嘛不完全相邻嘛或相连，OK，这个只要叫完全相邻，剩下的叫做不完全相邻，OK，所以我们要算下这两个啊，也就是说目标是算两个 a 绑一起或者都分开的，OK。如果直接算的话很麻烦，我们怎么算呢？好啊，你看嘛，这个题目要懂啊，好，索求啊，你看啊，好，就这样啊，三个 a，三个 a，不完全啊，不完全相连啊，不完全连在一起，对，连在一起了，一起，对不对？就等于，就是说他要找这个嘛，是所有的全部减掉多少？玩这个嘛，OK 嘛，哎呀，我直接索求了啦，哎，写那么多文字，好来，这个不完全这个三啊，索求嘛，我说索求啊，索求就是这个啊，等于全部所有的情况，OK 嘛，所有情况减掉，OK 吗？啊，对不对？全部的情况嘛，减掉，哎，在一起啊，全部情况有多少个？是不是12阶？对不对？二阶、三阶、二阶嘛，哈，二阶、三阶、二阶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全减掉三个 a 连在一起嘞，把三个 a 连在一起来，这样，三个 a 连在一起啊，我就把它连起来哈。好，这里都好，剩下 m t 再来 h e i c l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
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啊，对呀、啊。然后呢，三个 a 在一起当一个嘛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阶哈啊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是二阶嘛，重复是二阶嘛，你这个当一个啊，这个二阶对不对？好，里面排来排去也没有作用，所以不要鸟它，可以吗？这里面是 AA 排来排去没有作用，所以这个不用鸟哈。好了，好，等你都好。好，算算看吧，十二阶，来，十二阶除以。好，再减掉十阶除以好，所以答案是19051200 OK 啊，好，记得啊，这个名词要清清楚楚 OK 啊，好，就这样耶、yeah, 把它圈起来啊可以吗？好，加油。